省钱必看，七天私立我给你揭晓99%的买家都不知道的省钱省心购房网络资源。大家好，我是地产私立陈森迪，一位有20多年投资和房产事业经验的美国注册投资顾问和加州地产商。今天私立我给大家分享3个购房网络资源，用了它你能花更少的钱和一点点的时间就能够轻松购得心仪房产。第一个是网站叫做 HUD Home Store， 在这里呢你可以找到 HUD， 也就是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向公众出售的打折的房产。这些房产的原业主呢因为拖欠抵押贷款以后呢被 HUD 扣押，与任何只图房产一样，这些房产呢都比市价便宜。如果你想获得这些房产，网站上设置了竞标窗口，你可以出价竞标。第二个呢是 APP 叫做 Mortgage News Daily， 在这里呢你可以跟踪 FHA VA 全美平均抵押贷款利率以及15年和30年的固定利率，在这个 APP 上你可以尽情的了解当前抵押贷款利率水平。第三个是实时房源搜索网站 SignatureRealty.com， 你不仅可以在这里搜索到与 MLS 挂钩的实时精准房源，每20分钟它就刷新一次，在这里呢你不会被误导而找到已经过期的或者已经已出售房源，并且呢此网站还提供按揭计算器，你可以帮你精注精准的计算你每月需要支付的按揭，做好充足的预算。同时呢它还可以帮你评估房产价值，对想卖房的朋友来说非常的实用方便。拥有这3个购房网络资源，你就可以轻松的了解房市的情况，并且购得心仪的低价房产的愿望。你说呢？知识就是力量，信息就是财富。点赞关注不迷路，地产世界来带路。我是地产世界陈森迪，我们下期再会。